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啊。今天来山里面钓一下鱼啊。下面有一个深坑，是长方形的，水蓝悠悠的。现在下去准备一下，然后就开钓。啊，就是这个深坑了，水非常的蓝。好，准备杆子。今天在这里就钓这个海杆，这种深坑，水比较深。好，准备的差不多了。这个深坑，昨天我是用这个5斤这个鸡竿和鸭竿一起的打窝了啊，然后今天又去集市上买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全部被人拿光了啊，我就挖了蚯蚓过来做这个诱饵。这种地方全是通往地下河的，水非常的深啊，这种里面。好，现在准备好了，等待鱼上钩了，希望今天能上几条大货。没有中，刚才那条没有中，可惜了。哦，是中货了还是挂底了？应该是中货了。哇，这条应该大货。哦，应该很大这条。哎呦，哇，这么久了也没看出水面来。哇，这个线呼呼的响。刚才看到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挂住了。这条鱼
目测起码十几斤了，这是米级的。现在两只杆，哎呦，两只杆全部绞住了。这条是巨物来的鱼王，搞了半个小时了没搞上来。哇！哇！哎呦！哦，又下去了！哎呦！我这个泄力坏了，我松差不多松完了。它还是没有泄力哦，现在有一点点。哎呦！好，它现在累了。哎呦！哇！帮我扔个草网过来。哎呦！哇，不行不行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！这下麻烦大了，搞不起来这条鱼。过来，哇，天哪！上来上来，
哎呦！哇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抄网抄不了。不行，怎么搞都搞不了，我干脆直接用手把它拿起来了。哎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行，我得拿渔护过来，直接从这个尾巴直接装到渔护里面去。帮我拿鱼护过来，看它在这边边一直撞着这个边边的石头，头都撞破了。好，这个办法好，呼呼呼，现在直接进到鱼屋里面去了。好，拿上去。我这个线不能要了，直接把它搞断了。哎呦，鱼王啊鱼王啊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溜这条鱼刚刚要了三十几四十分钟。哦呦，哇，会咬人的！看一下，他刚才下面挣扎的时候，撞的这个头都全部破了。哇，看一下，哇，呼呼呼，是不是巨物？呜。拿上去，拿上去，在这里不行。哇，呼呼，在这里拿出来分享一下，在下面太不安全了。看一下，
哇，这个有称了，起码有15斤应该有，我大概看看这个深坑的货，这个应该差不多有1米了，抱一下看，哇，看一下。有没有10几斤？好，拿上去了，拿到上面去才放。看一下，这是一条这个塘刺啊，这绝对是这个鱼王啊，大塘刺，收起来了。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这个塘刺，应该有10几斤重了，啊！现在我两只杆的线全部断掉了，就没办法钓了，下去就把鱼竿收起来就回去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超大货，这条。